不是你们这凡野都不舍得放一个野吗？我这边因为他凡野，我还狂推线。那一会儿凯隐过来直接搞我一下，那不就没了？哇，他没放野，然后凯隐 F6 开，然后学个E技能，然后去给他惩了，应该是。完了。哥们。有点炸裂啊。看一下应该在反 F6, 然后一会儿去吃他吃两虫。我这里吃点经验，升个学个异形。不过他应该就 OK。我的兵线亏了三个近战兵，欣赏一下刀杆的塔刀。对面要吃下河蟹，我去不了。玩什么呢？OK, 还行还行。这个吧，先去把我的线吃了，这个兵吃完就差不多。哇，这波能双杀的，他们肯定没闪啊，省技能啊，我们这边。这波小炮的那个接的宝石的E技能要没E到，就得交闪去E他了。斧刀跟阿离是一样的。晚上了，他们估计都打一天了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配合完全不是这个分段该有的，对吧？我可能要站出来。竟然看他视野，我也被他卡视野。没事，蜘蛛闪还差个几秒钟，那没办法。好杀！
我有没有兑现过多牌的卡牌？那包有的呀。哥们，他拿你叠被动呢，这是。 精准度，蜘蛛在我操，8分钟了，一个亿没中啊！这对面走位挺好的，在哪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看一下 F6，狐狸也在下河道，吃果实打河蟹或者打小龙，可能是。 狐狸可能在下野区，好线。那狐狸也三个头，5刀跟我差不多。 死，这不就送回去了吗？哥几个，我靠，坏了！前一秒差不多，现在直接反超，应该能吃我2层镀层，3个头1层镀层。 这种团队节奏说啥有点无奈啊！这主播要打回去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赶紧去办事了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.
看一遍身了红铠，中个一吧，哥们儿，确实需要中一个了。 当我傻呀，就这么给你装。他俩现在是连体的，七助攻七人头，但是没什么用。说实话，我会死的比较少，不到不会被他们搞死。Turret plating will soon fall. 大刀，不要被他近身。 等他没办法上我身的时候再出来打伤害，不然这不就出事了？哇，这蜘蛛怎么感觉是练英雄的呀，哥？他的E这把十多分钟几十个亿了，没一个中的。 好伤，在打小龙，小龙可能会抓我，哎，但我这兵我得吃一下，没事，我也平安马特，顺秒兵线，开到了，有兄弟可能会说主播这炮车为什么还能漏，哈哈，五秒钟之后给你答案啊。 有的兵线只能温一下经验，或者把线强行推过去就好。先秒人，先秒人，武林没大的。五秒人，先秒人，武林没大的。我也没大，这波4打5。3打5吧，我刚才没大，作用挺小。原来最后一波把电刑什么的都打出来了，打了传染半血。 作用不大呀。
哦，再这把带终极猎人，将会快一点。这要是无情猎手的话，说实话，就以这种打团的频率啊，主播有很多波都会有像这个模样一样。咱们这好歹是把这个垃圾时间缩短了很多。 都在找我，哎呀，那还得我帮他挡，快快快快快，我要去士兵推他，哇，炮车没了。 哎呀，谁抢也那么快啊！完了，完蛋了。 我去接一下狐狸，狐狸会带下路带线。等会儿，哎呀，连体小子，过分！大龙，大龙啊，去那干嘛？大龙啊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立功了，立功了，大龙！ 他没啊，他没啊，有希望，这波等我个大，我的大比他快。凯隐这波会出来，别杀了凯隐，得罪了方大，还想。 让他跑吧，兄弟们！哈哈，哎，完了！我不卖你，我不卖你，勇敢飞！ 撤吧。
要伤不伤，江湖规矩。给到我开个上电视，兄弟们。一个情书或者上签就可以参与抽奖，给到我开个抽号，那我可以试试手气啊！中奖兄弟同款打布的都可以参与，最高大师以下的任何分段都可以。现在我还没有夜之风刃。先爆炸，一波一波一波。开大拆了都，拆了呀，装啥呢？啊，算了，他们应该能杀光，装一下也行，这已经稳赢了，是吧？没办法，你们知道吧，他们带个控制确实就是爽，对吧？你们可以看到吗，就韩服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